发动飞射，飞射，准备，冲锋！威风的本领，我赞美不过，干炮！月面ステーションや宇宙コロニーの建設はこれから始まるのだから、それが現実。そして私の現実はというと、毎日地元のゲーセンが良いか。ミサさん、本日もご来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毎日お出迎えありがとうね、インフォちゃん。なんだい、今日も来たのかい。悲しい青春送ってんね。一応お客なんだから歓迎してほしいな。だったらもっと金落としな。毎日いるだけじゃねえか。ピラトばあちゃん、このクレーンガバガバすぎて景品取れねえよ。黙りな。景品が取れることはちゃんとチェックしてんだよ。インフォちゃんにチェックさせんな。人間にはミクロ単位の操作なんてできねえんだよ。ロボットにできるのは 100% までだよ。人間だけが限界を超えて 120% の力を。聞いたことあるセリフで煙巻いてんじゃねえ。ちくしょう、覚えたらよ。うん、また来いよ。私もシミュレーター見に行くよ。先ほど初めてのお客様がシミュレーターに入りました。そろそろプレイが始まる頃です。本当？星地爆录机 Gundam Breaker 3，终于买到只 Gundam Breaker 3啦！而家我哋咧就开始嚟到进行呢个游戏啦。好，准备。我不知道呢个大时代出击，不过之后又要配色啊。咦，做乜会系 Gen Sword？ 哦，原来佢系武器系唔会成计嘅。OK， 明白。不过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就系咧，唔使咧用呢个吉姆头高达啊嘛，系咪先？咁笃眼笃鼻，好乸笃眼笃鼻咯，系咪先？啊！而家就系、是，即系虽然你话而我不知道呢部嗰笪水咧，就用翻佢原本嘅颜色啊，但系咧问，但系起码唔使用呢个吉姆头高达，成个高达嘅身咧都系好乸笃眼笃鼻啦，系咪先？我笃眼笃鼻嘅，你唔觉我都觉啊，其实你唔认为我认为啊。咦，下下都仲拆，下下都可以拆人件喎，而家系。咁而家咧，好明显地咧，我系承继翻系之前《Gundam Breaker 二》嘅嗰啲嘅 data 嚟嘅。啊，点解颜色佢又唔会帮你承继？点解嘅人？可能下一集咧，或者下一个任务咧，先系真正。去嚟到去用呢、這个而我不知道呢部高达是谁。好彩个名又冇列明呢个 Gundam Breaker 三咧，就核乸突咁样。所以前面有一集高达，唔发波到我病猫啦。OK， 佢嗰啲花咧，如果有盾嘅话咧，系蓝色上面，血就喺下面。搞笑，劇你啦系嘛？擒贼先擒王啊！
咁应该以我理解就系咧，佢系先显示咗个盾，然之后咧系再嚟再系显示咗个血嘅。即系如果有盾那部 MS 嗱呢次系呢个，而我不知道呢部哥达雪锤嘅呢个测试啦。因为我已经系决定好咗咧，系一开始就用呢部嘢出击嘅。好，我哋做到。系咯，而家呢个时候咧，我哋熟习下点样用，点样用呢个高达嚟战斗啦。咁错晒啲蛇刀，劈碎。斩你！连环攻击，不系喎。之前喺呢、這个喺呢个嘅系咪叫 C 飞剪咧？我都试玩过。佢除咗隔，佢除咗隔之外咧，佢除咗隔都系用正方形三角形之外咧，佢射击系改咗都系。咁不过咧。佢射击咧都系用翻呢个R2都算系惯，可以话系惯啦，会习惯啦，容易。跟住就其实就系我要打电池嘅打渣鼓咯，劈瓜你个渣鼓先，到你斩死。其实呢啲枪咧，咦唔系喎？但武武器唔会停滞噶，玩完呢关要我要望一望先。如果唔系嘅话，点我真系要我真系想问点解你系唔会俾我成嘅埋武器嘅？射过嚟 ，OK， 射败。对了大魔，以前大魔可以用米加子炮嘅，劈过嚟。以前劈嗰下咧，可以用平成嘅嗰个中招声咯，冇拿咗个头。咦？呢次系佢自动帮你，自动帮你清翻部件，俾人打咗，几过低下。红渣虎啊！斩断条腰，劈死你，劈死你！唔俾砌翻条件，唔俾砌翻个件啊！我死咗，死咗先再讲，搞笑！斩咗个大魔先，到你红水星，劈死你！又打死部，到个渣虎。但系始终咧，如果佢嗰个嘅 upgrade level 嗰个嘅幅度咧，即系嗰个能力提升嘅幅度咧，都系大嘅话咧，我好唔开心咯，我觉得，我会好唔开心咯。劈死你！哦，原来咁可以秒嘅。咁即系以后如果用追击枪啊、火箭炮啊、隔离枪等等嗰啲都可以咁样射人啦。好，咁就去下一个 area 啦。咦？呢个就系咧，呢个应该系上次 Gundam Mecha 二嗰个地方嚟。斩死个字户，隔篱 K.O. 到你擒杀先擒王，斩死无敌捅唔知咩地，唔知咩部位。其实唔算系斩中啦，咦？呢次打呢、這个有呢、這个呢只打喎，系啦。好，睇翻部件，多力。
自污啦，自污自污啦，斩鼠嚟多力，磨咩磨？吓、啊，磨咩磨？十轮到你啊，永不落空啊！加偷用 MS 嘅滩陀，滩陀啊！其实我入蚊就唔系话太过点啦，虽然学过 ，even 我学过，但系因为冇，已经系冇学好耐啦。好，再嚟。不过咧，呢次嘅投资咧，其实由于系长线投资，呢次打 boss 喎，呢次系长线投资，其实我就咩咗啦。是咩我都唔讲啦，开始尴尬啦，对，泰格，对，斩死，死唔系，狂劈你啦，劈死你，唔俾你斩我，咦？呢次咧拆咗人哋嘅剑咧，系可以咧即时攞到人哋嗰啲。攞到人哋嘅道具咯，又真系几和制下喎。不过其实以呢个規律嚟讲咧，打甩人哋部件系可以即时攞到，但系只能够攞一次咯。斩咗头，对，系咁劈你，就死，就死啊！好，最后讲句口头禅啦，回复你本来嘅真面目啦！跟扑打唔中，好，把大刀你睇下出嚟，打你，完，系呢一关完咋？咦，然后有盾原来砌嗰个盾喺度，好，咁就完咗一关啦。招式嚟噶呢个系 ，OK， 唔详细啦，唔详细啦。喂，咁呢个掣系？全部取得终了，哦，明白。呀，お疲れ。君結構やるね。跟住结果原来佢几波打机啊。私の名前はミサ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ね。この辺じゃ見ない顔だけど、どこかのチームに入ってるの？え、入ってない？好啦，而家要继续听你喺度废噏啊！而家主角系我要系用第一身嚟望住对方嗰个咯。但其实我系咪个驾驶员系用呢个 Misa 嘅？定系佢系打气嗰个嚟噶？喂，佢唔系 pilot 咧，佢真系好冇贡献。头先对方系打 Tiger 喎。うちの商店街のお客さんみんな取られちゃったんだ。そこで私は商店街の名前でガンプラチームを作って商店街の宣伝をしようと思いついたってわけ。つまり我が綾戸商店街ガンプラチームに君をスカウトしたいんだよ。咁都得啊？彩道商店街。ただいま。いや。おかえり。あのね、ユイチ。紹介したい人が。呢个系 Misa 个老豆啦。あ、チームメンバー見つかったのかい？あのさ、もっと。而家用上咁嘅时间咧嚟到去喺度听你呢个废音。ゆるさん、表に出ろ。とかないの？ないよ。すまないね、君。強引に誘われたんだろう。Misa の父のユイチです。よろしくね。搞错咗，啊真系。参加登录しておいたよ。
搞笑所在。まずはタウンカップ優勝目指して。咱们叫米萨朋友。それと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。唔知，唔知啊。其实我分唔到嗰个 Yuichi 系咪 Misa 个老豆啊？好啦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咧就系承继咗《Gundam Breaker 2》嗰个嘅 data 啦。咁其实因为咧，而家我哋用 capture 咧嚟到去拍咧，佢嗰个 capture 咧，佢嗰个嘅画面 cap 个画面同埋个声咧系 delay 咗嘅，咁所以我系唔 Q 知道，所以系我系听嘅时候我系 delay 咗嘅。好，咁而家我哋咧就改部机，然后进行下一个任务啦。好，咁机咧就改完啦，咁你准备出击。咁呢一段咧就之前录过嘅，但系因为咧就发现唔 balance 啦，咁所以就要改啊，而家系。咁但系就冇得救啦，所以录过嘅呢段声系。好啦，准备啊，好嚟啦。而我不知道呢部高达时代出击，轰啊，轰！好，准备冲！呢个成堆金毛呼拉攻击，掉呼拉圈。系啦，咁呢个时候咧就要都系要熟习翻啲掣啦。俾射击，射埋，射夹。到你啊，龙高达，龙高达得啦！推上高，呼拉攻击。准备打唔中呢？踢你都补翻数，撞爆你！勾落去都契弟，白痴仔啊！成班白痴仔啊！对对我啊，真系冇好下场。喂，班契弟啊，唔发科当病猫啊！啊，劈屎你啦！一嘢旋风解决你啊！真系，咦，惊冇反，好啦，撞爆你！好，冲埋你堆咁嘅友仔打惊冇烦啦，撞爆你！哎呀，俾人打晕咗，呼啦攻击，劈屎你！嗱，咁咧呢段声咧，因为一来唔巴兰沙，即系出咗之后发现系唔巴兰沙啲声，即系段声同埋嗰个嘅片啦，即系我讲嘅声同埋嗰段片咧系唔巴兰，咁所以咧其实就。而家系要进行修复嘅，因为劈死班机冇法。首先炸咗架先，旋风斩死，再劈你，飞水斩死，准备轰，炫耀，唔俾拆翻部件，想砌翻部件，冇咁易，我撞爆你，勾落去啦，勾落去啦，再撞翻嚟。唔系道理，系你今日掟你一个人啫。冲我，轰！再嚟，轰啊！再斩死，搞掂。剩翻我侄仔，虐待你啦，契弟，成堆白痴仔啊！劈瓜你，攞住把镰刀，勾瓜你啊！踢佢出屋，轰！斩爆你班契弟，系勾落去，撞上踢上高，前面有堆友仔，吓、啊、做塞把，塞把啊！你真系吓、啊、做塞把咁蠢，刀你啊龙高达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！呢条唔使望啊，有你份咧一定，刀你纯粹排队俾我斩啊！排住队嚟俾我斩我班友仔，又系个塞把啊！咁串嘴吓、啊，用塞把嚟劈鸠我，用塞把嚟劈我系嘛？哎呀，靓仔你爆起吓、啊，踢佢上高，劈死你！斩爆你契弟，冲撞爆你，一嘢勾落去啦契弟！食屎仔啊！
对脚装咗飞弹就叫做劲，负能攻击，补补血先。好啦，又一条爆气啊！有一部龙高达爆气啊！咦，呢次对象机系龙高达喎呢集吓，撞爆你，勾落去咧契弟，又斩死一架，勾爆咗一架，跌上高死咗，跟住成班友仔冲埋嚟。不过咧，佢嗰、那个嘅敌人控制咧，又真系几好吓、啊，我觉得几好啦。因为起码佢唔会咧一出到嚟咧就企喺度俾人揼啊，起码佢唔会企喺度俾人揼镬金嘅，真系俾我揼镬金系，佢都要冲过埋嚟，佢系咁劈我哋啊嘛。好，仲有一部沙巴，唔系沙巴，想冲过嚟揼我火仔咧。好，去下一个 area， 去。再跑个 area。好啦，有咩打啊？咦，微小高达，逐件系咁拆你件，听水高，斩爆你，撞爆你啦，契弟，成班白痴仔啊！对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！你排住都俾我斩，对，揼我朋友。啊！未死过啊！唔发火到我病猫，打爆你契弟啊！勾落去啦，撞爆你，到你啊！擒贼先擒王，先打瓜对讲机，轰！作起劈爆你，出兵甲又要打唔中，又要俾我撞，唔俾你抽火箭，打爆你，到你。代入今日听说高，好死咗，代入揸鼓，都系追嚟嘅，追吓、啊、追啊追啊，打爆条街道吓，头先话人追，跟住打爆你部跟路，其实死咗，准备轰，斩爆你契弟，好代你，望咩望，人份望系俾人打。对，逐件拆你件啊！两条毁特你啊！而家连 NPC 都好咗啊 ，NPC 都系醒咗啦。不过你相比 player 嚟讲，佢都系叫做醒咗嘅。佢嗰个嘅设定咧 ，OK 啦咁样。咁其实我录紧呢段期间咧，系隔篱系录紧女生人嚟嘅。旋风打爆你，打爆两班契弟，非常危险。听佢上高死嘛，劈瓜你，撞爆你，听佢上高，一嘢过斩咗你一个，再斩你一个，轰！到你，乌龙攻击，作嚟，系咁屈瓜你班契弟，再撞爆你啊！勾落去啲契弟。到位，成班白痴仔，撞爆你啦！踢你上高，斩埋你吉我，成班屎仔啊！到位，对脚装飞弹咁乸串嘴你，咦 ，boss 喎，好啦。应该速度型嘅喺度样系，成部银色机其实应该成个色系铁咯，系成个真系金属铁制嘅机体。咁嘅 feel 咧，我觉得佢好似未来战士咁啊，再肥爆你啦系嘛？哎呀，俾人打！好啦，冇手，唔俾抽武剑啊！太迟啊，砌翻，揼我啦！准备，轰！你好嘢，你自投罗网都打唔中你，劈死你啦！旋风都打唔中你，算你好嘢，劈爆你个头，逐件拆，再逐件拆，轰！好啦，劈死你，
想撞爆你。好啦，准备啊！富兰攻击，嚟啦嚟啦嚟啦！准备啊，差唔多啦，啊！撞爆你啦！差唔多，肥起身，肥先，准备，冲埋，回放你本来嘅真面目啦！敢扑，撞爆你啦，契弟，啊！搞掂。好，去下一个。呢个应该好似咁似《Gundam Breaker 一》嗰个啦。好，依一集魔蟹同埋呢个 Rising Gundam 喎。哇！乱枪扫射啲人，黐线噶啲友弟，啲人黐线噶，咁恶嘅。踢死条吉毛先，唔系魔蟹，踢咗佢魔蟹。头先讲错，成日攞住吉毛。飞妹，喂，为我 friend 系嘛？为我 friend 啊？未唔发火当我病猫嘅，我未发火就靓仔，踢你上高度踢爆你成堆魔蟹，斩爆你啦！到你，你望咩望？有你份啊！你都系会被人揼嘅啫，只系排队嗰只嘅啫，你排唔知第几名嘅啫，系排唔知第几名俾我揼啊！佢撞爆你啦，到你逐只 rise 跟人去斩，哎呀，打爆你啦，勾落去啦契弟，劈屎你啦，啊，旋风斩，斩爆你契弟啊！Rising Gundam 咁啱跳水，踢佢身高，准备轰！咦，呢好似 Ace 机嚟嘅，闪光高达，冲埋！咦，呢个腕部雷射炮啦，孤单攻击啦，到你，对住你架机系咁劈你，攞把镰都系咁劈你，想砌翻个头啊？唔使之意。插埋你嘅刀剑，肥爆你，斩死你啦！插埋你嘅手，旋风斩死你，劈爆你班契弟，呢条契弟就一个，契弟呢条契弟咧一个啊，更正翻，轰！逐剑逐剑插，再逐剑插，不过呢次咧佢插咗剑系即刻系甩道具，唔系跌道具，唔系甩道具。以正视听先，好，差唔多啦，劈死你，高温攻击，踢你上高，回复你本来嘅真面目啦，敢扑，搞掂，食碗面，好，咁啊又完咗一关啦。好，今日呢、這个计分啦，跟住嗰啲其他都 skip 晒啦，啊，攞到 Shining Finger 同埋呢个 Shining Finger 就喺台之跑啦，唔知乜鬼嘢。而家攞佢啲招式咧，而家就啊，好，咁我哋就喺度先啦。今集圣地爆落机 Gundam Breaker 3咁就。暂时嚟到呢度啦，咁啊下一条片翻嚟咧，我哋再继续啦。